爱使用这种包心纱，非常 Q 软又可以保暖的毛衣面料。这边做了一个小收腰，让你这边有一点小澎湃的感觉。V 领落肩的设计，所以你穿好就会有一点点小腰身，下摆的弹性无限大 ，S M L XL 全部都可以加入。里面呢可以穿个小蕾丝，或是像我这样平口小可爱就 OK 了。首秀的话，一样是做这种宽长袖，弹性非常好，来完全不灌风，它非常的扎实，非常的保暖。你们可以自然这样正穿，就是 V 领的感觉。或者是你喜欢再露多一点点锁骨，可以把它拉成平肩，就是会多的优雅的感觉，或者是你可以这样随性拉一个单肩的感觉，对，然后它的袖口是做那种宽宽松松的，所以可以把我们的就手完全的藏在里面。